哎，你不用搀着我，我自己能走。我要是摔了，你拉我一把就行了。哎呦，你松开我行吗？还是觉得我是一警察，这么拽着你，像是要抓你似的。怎么着，你也是一警察呀？哎，你说，哎，奇了怪了，你说我这，比方说我在大街上，我正常开着车呢，我这行驶本、驾照我都带齐了，我正常行驶。哎，我看着交警，我也紧张，我也不敢跟他对眼神，我心就虚，我就怕他扣我本儿。那你就敢跟胡小玲对眼神啊？她也是警察，她是一女的。哎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呀，我就说啊，她就再是一女的，首先她是一警察。这观点不太对吧？她首先是一女人啊，这刚生下来她是一女孩子，其次她职业她是警察呀。不对，这只要干上警察这一行啊，首先她就是一警察，不管她是男的女的。这咱们俩观点和立场都不大一样。你比方说吧，从最一开始，小玲这抓我监督我。我觉得她是一警察，可是处着处着呢，还是一女的嘛。中间变了，那不变了呗？那怎么就变了？量变到质变了，这初中学的定理你都不知道。你们俩都有质变了啊？哎，我说。你们俩到底离婚了没有啊？离了呀，这还有假的呀？哦，那还差不多。要我们这儿犯重婚罪了吗？你们都谈婚论嫁了？啊，正谈着呢。韩妞啊，你跟胡小玲啊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哎呦，合不合适？我们俩的事儿，只有我们俩自己心里知道。小玲人家都没说不合适，你说你说不合适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今天咱们既然把这话说出来了，咱就给他说透了。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跟小玲复婚呢？要不你怎么老问我？你老关心干嘛呢？哎，你真要是说想复婚，那我就退了。真的，今天这儿也没有别人，就咱们俩了。咱能不能别躲躲藏藏，把这事儿说开了？想复婚吗？我没想着复婚，真没想。你要是想呢，朋友妻不可欺。我管君拿你建平当朋友呢，真的。想不想？跟你说了，我没想着复婚。哦，那是我理解错了，看着你也不像，特别是看着小玲，她更不像。那行，那今天咱就把话说死了，那我可就不管了啊！你们既然已经这样，那我就不管，我可就往前走了。哦，走啊。哎，咱俩怎么不进去呀？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把庆庆的抚养费给你。嗨，哎，这不是还差十几天呢吗？想起来你就拿着呗，省得我又忘。以后给妈就行，一样啊。还是给你的好。要走了？啊，这不是。你这每天穿着高跟鞋不累啊？这万一遇点什么事儿也不方便。我屋还有双平底的，有事儿我会换上。不过穿着是显个儿，是吗？也出条了。以前也有，你就是没发现。嗯，还有，妈上次说那事儿，你考虑了没有？妈说的哪事儿啊？就咱俩那事儿啊。他那意思，不是还想让咱俩跟一块儿过吗？你考虑了没有？
你考虑好了？啊，我想了想。要不，咱俩再试试？怎么试啊？咱们俩又不是那些个时髦小青年，往一块一凑合，还试个婚什么的，好在一块不好了，分开再换一个。那怎么试啊？住一块啊？住一块就得办手续，那事儿就大了。办了手续，可就后半辈子了。有点没信心了，是吧？你觉得跟以前能有两样吗？没两样，那不就剩下折磨了吗？那怎么跟我在一块儿就成折磨了？我不是说跟你在一块儿折磨，我是说咱们俩。以前咱俩什么样你还记得吗？回家以后，谁都懒得看谁一眼，跟床上躺着，就跟两根木头似的，一天也不能见得能说上两句话。我觉得咱们俩啊，太像是孪生兄妹了。也是。啊，真得说是悲剧了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还有事儿啊？你的事儿我能问吗？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真的在跟管军谈恋爱啊？说这话算是我瞎操心了，但你真得好好想一想，你可比他大三岁。等你到更年期的时候，他做男人的正当年，慎着点。你倒是不比我小，咱俩不也没白头到老吗？再说我还没到更年期呢，啊！我说了是我瞎操心，可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，你们俩差距太大，毕竟一个是做警察的，一个是刚所以啊，这出过底的人，他反弹没准会更优秀，更懂得珍惜。我没跟他谈恋爱，谁告诉你的？文明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干好了？好多了，这不好我也得来看看。怎么样，挣着钱了吗？货出了不少，但没挣多少钱。为什么呀？现在这客人都太能砍价了，都站这儿不走，不卖又不干。关明，你们家的货到了，赶紧把货拉走。哎，来了。那个，哥，这是那个账本，您先看着。好，你快去，快去。管军。哎，好久不见啊。哎，伤好了吗？啊，好多了。在忙什么呢？我这不好久没来了，我看看账单。哦，没挣着钱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关明儿八成没少挣啊，有一大户家里装修，那货都是从你们家进的。哦，是吗？这话不该我说，可我不告诉你，谁告诉你啊？那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那不想当老板的伙计不是好伙计啊？谁不想着发财呢？可是你说，既然你说我请人来了，就得信任人家。这倒也是。去忙吧。
我问你，谁说我们俩谈恋爱了？啊，我说的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对你不客气啊。不是，我说了怎么着吧？你把我铐起来。哎，别生气！别动警校那套，我打不过你。送来。不送。不送。小玲，我今天跟你认认真真的说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就是想娶你当老婆。这事儿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着吧？松开。不松。我有话说，松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着，我对你不客气啊！来尝尝爸爸做的，好不好吃？我们该交学费了。啊，交，多少钱？三万。三万？你们校学费那么贵啊？哦，好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回头我跟你妈商量商量啊。我真的没钱。老金跟老钱不一样，老钱别的不说，他对洋洋掏学费挺大方的。可老金不一样，他虽然比老钱有钱，他可抠了。哎，有一件事情他没告诉我，他有一个儿子，都20多岁了，昨天我见着了。对我可不好了，爱答不理的。我得想出一招来。等有一天我把老金搞定了就好了。哎，啊，你说对吗？啊啊啊！你搞吧，搞吧。给你交个底儿啊，咱们家总共就几千块钱，还在灯具店里做周转资金呢，恐怕你那学费就交不上了。爸爸想跟你商量商量啊，能不能转学啊？就转到那个花鹿原中学，离咱们家挺近的。我问了，爸爸都问了，我的户口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个管区，挺容易的，要转学，好不好？哎，要是转学离家近了，那爸爸就能天天看见你，就能天天回家了，啊，好不好？咱爷俩就能天天见面了。要是转学啊，我就不念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不念了。你爱念不念，不念拉倒。你吓唬谁呢你？我是你爹，钱是你爹。你以为你上2000贵族学校你就是贵族了？我告诉你，那是你第二个爹和第三个爹用钱把你塞进去的。说白了，那是你亲妈嫁人嫁出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忍了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早就想大嘴巴抽你了。今儿你不念，你给我试试，试试。还有，每个月的零花钱，回头我问问庆庆。普通孩子是每个月50块钱还是100块钱？多一个子儿都没有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就不信了。另外，下学期转学了，离家近了啊，不到2站地的地儿，你要愿意，我送你台自行车；不愿意，我给你买月票；再不愿意，自己腿儿的，我就不信了。14，这说话就到15了，就不信你能丢了，啊？丢了我认命，行不行？我活该。我希望我自己闺女长大了，是吧？知书达理的，不是一个四六不懂的霸王。你想当霸王没门，我不管你这臭毛病。我这当爹的认认真真给你当着呢，我这个当爹的给你当的不亏心。你少在这跟我来劲啊！
不行不行，两个月我都忍不了了，就这学期马上转学，转到普通高中来啊，马上转。普通中学怎么了？普通中学也出人尖子，什么学校都有垫底儿，写作业的去写去。好了，同学们注意了，这是新转到咱们班来的同学，来，你来向同学们做个自我介绍。好，他叫管洋洋，来，同学们表示欢迎。好，管洋洋同学，你坐那儿。好，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7页。洋洋，你转这儿来了？你跟同学们不熟，以后用到我帮忙的地方，你说一声，我帮你。你就是看上老爸的钱，我爸的钱都让你给花了。你是为了你爸，他的钱让谁花了？还不是让你妈花了吗？你们三天两头打电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妈要钱是应该的。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爸一分钱没有，可是我爸的钱应该有我妈一份。你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现在跟你爸是合法夫妻，怎么着吧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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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你给我滚！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妈呢？见着了？见着了。再以后去你妈那儿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这找不着你着急。这么点人事儿不懂？你妈干嘛呢？打架呢。你妈有你妈的难处。大人的事儿别往心里去啊！我才懒得管呢。啊啊！找死你！放！哇！操！哇！他妈！都别打了，听见没有？咋了你？哎，谁让你在这儿打架的？哎，都给我住手！听见没有？住手！我是警察，你我还是警察呢，滚开！哎，小子！哎，哎，林姐，等等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坏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吃亏了吧？你看你这要穿警服，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吗？我下班我穿什么警服啊？你不也穿便装的吗？那是，可你这不是吃亏了吗？这鞋质量不好，我告诉你，没准哪次我穿便装的时候，我还能在街上逮一现行呢。哼，哎，我怎么着就觉得你哪儿不对劲儿啊？怎么？变风格了吧？切，才发现啊！哎，你穿这身衣服还得配高跟鞋啊？去。哎，怎么样了？那个要自杀的女孩救过来了没？幸亏啊，幸亏那药是假的，这要是真的，160片，哼，这吃下去啊，早没命了。哎呦喂，哎，肯定是失恋闹的，你信不信？小姑娘怎么这么想得开啊？你说，两条腿的蛤蟆难找，可两条腿人遍地都是，真是。管总。
管总，怎么商量好了？啊，好。不是，那你来是什么事儿？找我女朋友。找你女朋友？啊。我没抓你女朋友吧？你们怎么会抓她？胡小玲啊。不是，您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胡小玲。哎，李海洋啊。哎，林姐。啊。他说他找你，还说他是你男朋友。不是说不让你上这儿来吗？有事下班说。啊，就是我这儿掐着点儿呢，这还有一钟头呢。那个，吃顿饭我就给你送回来了，没问题吧，哥几个？要不一块儿啊？不。走吧。走啊。我不可能吧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玲姐她是怎么想的呀？出你们同事视线了，我这胳膊都麻了。哎哎，我这一直都提着心呢，我知道我得罪你了。哎哎哎哎，刚才你挺给我面子，你再给我一面子行吗？别在这踹我，好吗？咱们先吃饭。请我吃饭，我干嘛踹你啊？那你到饭馆别掀桌子啊。干嘛我掀桌子啊？请我吃饭啊？啊。那我想吃海鲜。啊啊啊！海鲜行。哎哎哎！哎呦，这龙虾好吃！哎，我三年多没吃龙虾了，三年多了。今天我是亏了血本了。不愿意啊？小玲。嗯。我今天心是真挺虚的。我是闭眼睛来的，我就想豁出去了。闭着眼睛来的，路上没撞车啊？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生气？你这是等于往我们派出所扔了一炸弹，把我的退路都给炸没了。那我也就只能闭着眼睛往前闯了。小玲。咱们俩一块儿往前闯，行吗？话可是你说的啊！谈恋爱，要是变了卦，收拾你我可手下无情。你知道领教过。我比你大三岁呢啊！知道，女大三抱金砖。你自己是一花花公子，你自己知道。那些个不三不四的，你就甭惦记了。要是让我看见，我也手下无情。你，我跟你讲，那小玲，你是真误会我了，我不是你想象那种花花公子。甭解释，你就是以前有100个女朋友，那也跟我没关系。今儿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，你非要找一警察大姐做女朋友不可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只能有一，不能有2、3、4、5。要是有，我可不客气。你现在。好好想想吧，啊，后悔还来得及。成，那自当我们什么都没说，那结账吧。哎，你看，我不后悔。哎呦，你能不能别老跟审犯人似的，温柔点行吗？
我觉得你这人还行，也挺仗义的。最主要的是，我观察你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，你不是一坏人。我本来我就不是什么坏人嘛。那你看上我什么了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嗨，以前那些，就是你说的那些红颜知己跟我在一块儿，都是为了扣除我那点钱。就你，倒贴。我可不倒贴，你欠我的钱都得还给我。我没说不还你，我肯定还。反正准确的说吧，你呢？雪中送炭，我呢，绝处逢生。你贫吧你。怎么了？你是我女朋友啊。那也不能在大街上啊。那怎么办？去你家，不方便吧？要不去我那儿？你想哪儿去了你？我想哪儿斜的歪的不犯法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是你男朋友。想使劲抱抱你。大街上了啊。你不像话你。行吧，那哎，晚上还一块吃饭吗？行吗？晚上不行，这下午有没有事儿我还不知道呢。再说你不还得陪你女儿呢吗？知道什么叫意犹未尽吗？讨厌啊！那回头我给你打电话。你走了。奶奶，这吃什么呀？就是难受，心口有点堵的。是不是又胃疼啊？有点。我给拿点药去。倩倩，你妈跟你爸要都跟别人结了婚，你怎么办？我啊，好办，我跟您过。跟我。我要是死了呢？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您可死不了，我还等着您给我抱孙子呢。哎，小英，哎，早上好啊！哎，来了。爷，你够早的。海洋，哎，等会儿玲姐，啊，怎么了？真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和那什么冠军啊？到边儿评理去，评理就评理，走走，评理你转转，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干什么？别嚷嚷，怎么回事？说一下。他停车不给钱，你骂人我就不给你钱。我是不是骂你了？你没骂我。别吵。你们哪个停车场的？新路超市的。海洋，把他们带我办公室吧。啊，来吧。你们要是听我的呢，我就给你们俩调解啊。不就是2块钱停车费吗？你少收他1块钱啊，要不然你给他1块钱，
互相说声对不起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哎，二位，谁让步？不行，我要坚守原则，没说的两块钱。他都骂我妈了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。你也骂我妈了，你先骂的，你骂的，怎么着？你们俩想怎么着？都不着急是不是？没急事要办啊？那成，你把李明道叫来。你有单位没有？有。车是单位的是吧？对。那叫你们领导来。喂，好，我这儿有点麻烦，待会儿再给你电话，好，好，不是我不给你那两块钱，可你那态度实在是，你先瞪眼睛的，好，得。我今天一天的事儿都让您给耽搁了，领导那儿我也得罪了，他是肯定不会来。你说咱俩这是何苦来哉？您的车至少要值30万，你就在乎这两块钱啊？那车它是单位的，我这是个开车的，如果是我自己个儿的车，我会在乎那两块钱吗？单位的车更要给钱了，你的停车费回家报销啊。这不是一时火上头了吗？要不然这样，师傅，这两块钱呢，走，我给您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今天一闹啊，我今天起码少收50-60块钱，我也不在乎这两块钱了。那这两块钱您更得要了，不是？哎，怎么着？你们俩协调解决了？哎，我给钱，算了，我不要。行，签个字吧，你们俩可以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行。玲儿，来给。什么呀？这是化妆品啊，全套的，有这个洁面的、护肤的，这个胭脂、口红、眉笔、睫毛膏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，这个口红我跟你说说，你记住了，一会儿我就该全忘了。这个口红分这个两个色系，一个是粉的，一个是红的。这粉的呢配这个粉的和蓝的眼影，红呢就得配别的。然后这个衣服呢还得搭，你要是弄差了呢，就画在脸上就会特别脏。太复杂了啊！这个我天天上班，天天跟三教九流的吆喝，弄得这花里胡哨的，像什么样子呀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真正高级的化妆化完了跟没化一样，哎，什么都不显，就显你这人漂亮。快给给给，半个啊！那你先拿着，走。你干嘛呢你？哎呦，干嘛呀你这是？哎呀，让开呀！不是，怎么还不让碰啊？这都3更半夜的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得寸进尺啊？不得寸进尺，那咱们俩天天相敬如宾的，那不成国际友人了吗？你问题是国际友人也得让握手上拥抱，不是吗？不喜欢啊？嗯，喜欢吗？说啊，不说，你说了我才知道你是个女人。你不说，我觉得我总包一警察。嗯，什么叫嗯啊？什么喜不喜欢？喜欢。
那您送的。嗯。哎呦，这得花不少钱呢，这个。嗯。不是建平送的吧？哎，不是。那谁呀？哦，一朋友。一个朋友。不能是一般的朋友，一般朋友没有这么送的，这些年也没人送你这些东西啊。阿玲，你们不是不收人东西吗？哎，这不是朋友呢吗？你说这朋友的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过去说那对象？嗯，不一样吧？不一样啊。那过去那对象这样处好了，嗯，那是奔着结婚去的吧？那你这对象要是处好了，奔哪儿去啊？妈，您睡啊？啊。我一大老婆子不睡觉，还能有什么念想？静静，你几月生的？五月。我六月，没准以后我还得管你叫声哥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这次期中考试，有些同学发挥的不理想，有三门以上不及格的同学，明天请家长来学校。有赵学磊、管洋洋、王丽、池小宁、江川、曹超明。洋洋，你可别嘴欠，别回家跟我爸胡说八道。老师，我爸爸来不了了，他昨天晚上抓小偷受伤了。受伤了？不信您问问江庆庆。江庆庆，老师是真的，在胡同里有几个流氓偷汽车，管洋洋他爸看到了抓贼来着，后来身受重伤，